凤翅鎏金镗，也叫凤翅镗，属于长重类器械，其顶端中心的枪刃为汤之正锋，长约30厘米左右，两侧亦有出锋，形制弯曲向上延展，刃长各有25厘米，更有齿间分叉突出，下接镗柄为一体，全长约有3米左右，因其刃两侧外展之形，酷似凤翼，故得此名。相传隋朝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所持兵器便是凤翅鎏金镗，而此镗在演义小说里面更是夸张到了320斤的重量，可见飞汉勇力大者根本无法将其驱使自如。谁还敢上来挑战？竟敢欺我帐下无人，